大家好，我是唐凤，很高兴接受台北国际书展的邀请，透过视讯出席2021年国际书展的记者会。经历2020年首度无法如期举行的台北国际书展，隔了一年将再度出发。在全世界大型集会几乎都改成线上举办的时刻，台北国际书展能够如期举行，让世界看见台湾如何透过良好的疫情控制来维护人类的阅读体验，可以说是出版界明年度最重要的一刻。这次的2021台北国际书展透过虚实整合，除了实体书展和线上书展并进，也让来自全球各地的国际作家以视讯、影音现身参与。我很荣幸受邀担任2021台北书展的代言人，也亲自见证在这个华文世界里面最自由的出版舞台当中，网络和阅读如何为爱书人开创出一段丰盛的旅程。在此欢迎大家随时进入这个单人游乐园，翻页再翻页，拥抱乐读好时光。2021台北国际书展1月26到31号，我们世贸一馆见。